动势新登板节。系彩地嘅乡亲，系讲琼烟复合有声音嘅出世，就为当当准备嘅新登板来感谢生命保育嘅传统。复合系有新生命，系东欢喜有东大的庆祝嘅，也系东都公婆梦里东久嘅信念。动势原先讲送福祠。苗族除了系就拜三山国王，也就供奉主神娘。去年提烧系就八个队嘅公婆顺势求子，当到乡亲也当当来了位求。不过其实送福祠唔单止做得求子，还就忙结婚嘅男女，还做得求认真咯。等下就听呢，安尼台特派记者真正做向下来看啦。我做生意，还搞上红推推观众朋友睇较好。当然啦，长年翻变的呀，就会给董事办新年半节，也得发通知节。给嘛，改去新年半节咯。新年半节啦，就会董事要变得雄情，加是去年不卡有甜，新年难等。加条呢，就会特别的亚视节大新年办啦，都没有放感谢神明的保佑。不过反正一下现场人董事中一个男女平等，不说话一下大家无论系姜来也，也系姜末也，都会按样做诶。给刚才听人讲啊，反正董事一片有一点姜苗，几球子。李总领先，也就停顿演奏一关关呐。哎，副主席。你好。黑面糖工啊，因那个董事的运行强，双凤子也变黑球子，李总领先的一点强没哇。嘿，去年啊哈，就是个结婚新年，啊无强，啊去年的球，啊今年强来，啊他要还原。去做两道五十斤的红古板的老板宴，晚上就会切，嘿。或者真见去年来一片球，今年就姜子。叫姜儿子，嘿。佮是佮是讲乡亲拿来攞鸦片啊，像啊球子给万用为做呢。哦，啊新鲜书本。嗯，那片还有呛高师兄，师兄。师兄，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啊，想要求子的话，我们一开始要怎么做？现在求子哈，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就会先把这个书文啊，然后夫妻的名字、住址，然后生男生女的部分，我们会写上去。那写上去以后哈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很传统的，就是包香火的仪式，就是金色跟红色的纸。金色是代表男生，那红色是代表女生。哦。那我们这个程序是说，当我们走完一个科仪以后，我们会请夫妻把这个背面包一点点的香火。带回家，那就祈求我们祝生娘娘能够赐这个小孩子的福气，一起带回去。然后这一次的活动呢，我们也有做所谓的一个叫做这个精品哈，这个小铲子。小铲子，早生贵子的意思。早生贵子，然后助产、生产、助产，都可以用。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一个主轴。师兄啊，想要再请问一下，假如啊说想要来求子，是来这边拜就一定会有吗？还是说要比如说要法会啊什么之类的仪式才会有？如果书文送得到的话，那他可以夫妻两个再来这边再执一个碑哈，嗯，来确定说他们今天的条件讲得很清楚了以后，是不是这小孩子能够真正的求道？好，但是这个求道这个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啊，嗯，那可能也是说夫妻自己本身的一些各方面的身心状况要调整哈，这个才有办法达到一个真正有求子的目的。就是比如说有个雄碑，他才会比较容易成功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就是给他一些信心。那假如说啊，像一些还没结婚的年轻人啊，他是想要来这边求姻缘的话，那这边有没有办法求姻缘？像我们求姻缘的话哈，未婚男女要来求姻缘的方式也是一样，但是我们未婚男女他会求，我们就是说祝生娘娘，我们一般是给这个红花啊，不一样的啊，对，红花跟红线，嗯，我们一般都配对，一对的，一只求一对，对，一般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，然后再来就是说这红线会两端给他牵起来。哦，那我可以来求姻缘球看看吗？还可以。好，那我先试看看。那我假如现在我要的做的步骤是什么？先来法会吗？还是先来拜求？那像求姻缘的话，哈，我们一般就是说，我们先把花呢，我们先放在这边上面，请祝生娘娘看有没有机会在今天这个时间，那给你吃一条好的姻缘线给你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赐你一个圣杯。啊，那如果有一个圣杯，你就可以拿回去。我们现在弄好的这个花。Thank you.
那你现在禀报哈，禀报你的出生年月日、好姓名、住址。那你今天希望说出生年月给你的姻缘是怎么样的姻缘哈？讲得清清楚楚，那我们就来执杯。现在哈，那你先执杯，看你有没有缘分来得到今天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出生年月给你的红花，好红线。耶！一次性成功。一个圣杯就够了，一个圣杯就好了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会把这个，所以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。是，那现在有一个步骤来教你哈，你现在这个是你的红花跟红线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自己拿起来。好。好，那你把它包起来。包起来。过炉顺时钟三圈。顺时针。对，顺时针。三圈哈，它三圈之后再归下去。好，来三拜哈。就完成这一种那种姻缘啊的一个仪式。啊，演奏啊有成功，求到一个方法，希望请假高天人演奏，每做的来到亚片来求子，你假使啊重新朋友，向我来一片求子啊，求姻缘，都做的来到啊，同时啊运行中双峰子一片来吃款啦哦。